兩間房嘅門鎖咧係有啲鬆嘅。實在太過利手啦，好多時候後期要做少少加工咯。單位近500尺，業主係3年前以大約640萬買入，拆價近13000蚊。客饭厅大约150尺，感觉是正，不过抬头一望，四边都有假横梁，都几碍眼。喺个设计嘅当初咧，如果个统筹嗰度做得好少少咧，譬如呢啲咁嘅机电配套啊，或者嗰啲喉管咧，能够安排得好少少咧，就冇咁多呢啲假阵嘅出现嘅，即系佢收纳得会好啲嘅。咁呢啲假阵咧，就当然咧会影响咗个楼底啦。咁同埋咧喺第时装修嗰阵时候，都可能要花少少心思啦。而且假橫梁沒有生口位，意味著日後檢查維修會比較困難。業主如果覺得有需要，可以要求發展商在適當的位置加設生口。日出康城發展項目由2008年第一期到現在已經推到第12期，部分項目已經入了伙。單位的露台向東南，前面有一些地盤。進海的單位不少配有開放式廚房，這個是例外。Kenny 啊，開放式廚房啦，就話大部分要無火煮食啫。咁但係呢度梗廚房嚟嘅喎，點解反而要用電磁爐嘅？咁頭先我都睇過啦，其實佢其他嘅熱水爐嘅設備咧，都係用電嘅，就唔係用煤氣嘅。咁我就應該咧就係佢呢一個單位咧，其實咧應該就係冇煤氣供應嘅。咁所以咧就係佢所有嘅一啲熱水爐啊，或者呢個電爐啊，其實都係用電。其他單位咧係有煤氣供應嘅。點解嗰陣時呢度冇俾呢個煤氣供應咧？可能係有少少嘅技術嘅困難嘅。例如開職個盞未有顧及部分單位煤氣管道安裝的可行性等等。兩間房嘅門鎖要調校鬆緊，鎖冚鬆都好常出現嘅，因為佢枕拍落去啫嘛，咁佢喐到唔奇嘅。但係呢個係成個鎖佢都喐得嘅。咁呢啲咧，如果第日再耐咗再鬆啲咧，因為你一掹呢個鎖柄嘅時候，成個鎖拉喐咗佢。有時一拉過咗龍咧，鎖脷嗰度一棘咗咧，可能就完全係會壞嘅。主人房有一些細微的瑕疵，包括工作平台門不貼框、防水膠有氣泡等等。睡房大約50尺，在膠樓的陣已經做了假天花，還加設百葉將冷氣機隱藏。原來主要的入上面其實都是一些喉管，可能因為太多喉管經過這個睡房，就那個發展商就決定就直頭做一個假天花咁樣。咁啊，呢一個咧設計咧就首先影響咗個樓底啦，個樓底會矮咗啦。咁另外咧就係睇翻呢一個嘅冷氣分體冷氣，咁啊佢有一個咁嘅百葉咧，其實咧因為分體冷氣其實佢定期都要清洗個隔牆網嘅，咁啊變咗係製造咗一啲嘅麻煩啦。另外咧嗰、那個冷氣嗰、那個風量啊或者個風向都有阻礙嘅。浴室喺睡房嘅對面，屬於黑廁，地台嘅來去水有垃圾、沙石。部分牆磚有污跡，這些相對都是小問題，附送鏡櫃暗藏的危機更加要認真處理。這個呢其實它後期有做一些修補的，即可能摸一摸角落頭，其實這些軟軟地的，所以沒什麼特別的問題。但是這邊的櫃門呢很明顯就是很尖，如果去到冬天的時候，你不小心摸到這些位置，很容易會劃傷的。進海由新地發展，會所設備完善，管理費每尺大約4.1元，而屋苑車位的月租屬於區內較高，月租4800蚊至到5000蚊。